今天呢，就是要来高速公路，然后就是当高速公路警察嘛。好，期限是一天。好，我们现在是来看，来抓个超速吧。干，又下雨啦！看，太混了啊！总部一直侦测到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回答。10-4, copy that. 没问题的，没问题的。我们绝对不是打混摸鱼啊，这个。真的没有人要超速啊！我的伙伴好凶的样子，他长得好可怕啊！我现在才发现，换一个伙伴好了，希望一个正妹伙伴。看一下他长什么样子。啊，这个好多了，刚刚那个看到我都觉得害怕。哎，超速！终于有人超速啦，等了好久啊！好，先问一下，莱迪卡，Miss Morgan，那就查了。能喝酒，Yep。State territory。好，看一下啊，自己说的没有喝酒啊，不要骗我啊。看一下有没有吸毒。没吸。做个酒测。哦，超标了，大哥，0.016，那酒驾，开你一张罚单吧。危险驾驶，酒驾，开最贵的好吧，3000块了。吊销执照啊，应该要拖车吗？应该不用。开张罚单。你的酒驾被我抓到了，这里路段是哦，他还在看路啊。好了，下次别再被我抓到了啊！那边有个白点，等一下。白点的代表他有事情啊！哪一台啊？这一台吗？走。呀，先处理这个。这个扰乱。先停过来路边，不要造成交通阻塞啊！过来点，好看一下啊，家伙，两个瓶子都给我。J Wu，查一下。J A Y W O U。NDS，哦，被通气哦，这家伙原来是被通气的嘛！这个被通气，这个嘞，副驾这个是谁？Jonah Hex，
查一下他是谁啊 ？J O N A H H E X， 副驾驶没事，所以是我们的这个驾驶哥啊，他被通缉了。查一下他的车牌。哎，在大雨天执勤，好辛苦啊！好，你的车子是已经被 wanted for， 你的车子已经被通缉了啊，所以他是偷车贼。啊，偷车贼吧，哎，给我下来，给我下来，这个不逮捕不行啊。啊！逮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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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抓到一个通缉犯啊！来，把他带走。啊，你副驾这个人随他去吧。Dispatch calling unit 1 Lincoln 18. We have a traffic alert for breaking and entering. 哦，前面这个，到前面去堵他。哇，我的助手跟得好慢啊！哪一台啊？哪一台啊？Sorry， 哎，去哪里？去哪里？干，有人在打我啊！有人在打我啊！车好多，车好多，等一下。我先把他制服，再来攻击那些打我的人。哇，前面车祸，前面车祸了。刚是怎样？这边还有人是不是？哦，他们是怎样？现在怎样？要抓他们吗？别走啊！去骑车。有人先等我一下。我刚没有看清楚那个任务指示在写什么，有点看不太懂他们现在在干嘛。抓他吗？哎，抓你！哎，去哪里？哎，靠了！预判！哎，又没抓。别走，别走！前面还有一个人啊，怎么那么多人啊？直接扣车把他载走。抓这个。哎，看，射程太短。
required for a suspect placed under arrest in Pacific Bluff. Copy that, dispatch. Roger. 前面还有一个是不是？他们刚是怎样？窃车集团吗？为什么会有三个人要跑？啊，这边这个人被我伙伴制服住了，他还在跑啊！哇 ，partner， 你在干嘛、啊？怎么都要我来啊？非要我出手不可啊？看你什么时候下来。去哪里？不、哦，吓死人！萤幕突然伸出一只，哇，他整个人，好吧，埋进去了。Attention, this is dispatch. We are code 4. No further units required. 是不是这边还有一个那个？这个最一开始还在这里，等一下，找一台车把它接走。Backup needed for a suspect placed under arrest in Banham Canyon. Adam Six, copy. We'll check it out. Roger. Hey there. 喂。Calling unit 6, Lincoln 12. We've got a driver out of control in Banham Canyon. 扣了三哦，扣了三就是不能亮警铃，被他们察觉，所以要慢慢接近他们。不能亮警铃，那亮灯应该可以吧？不然这些车上路上的车哦，整天那边乱开。看，他是走海，等一下，他在走海滩啦、啊！这个犯人是走海滩的、啊。这边有路可以下去吗？看你要去哪里，什么时候才要停车？射爆他轮胎，我看他怎么跑。奥迪车主是你？你感受不到？哦，射到，射到，射到，神枪手。降美帆这么厉害，别动啊，别动啊！Lincoln 18. We have a traffic alert in. 毒贩逃跑，好。
来接一下这任务。Attention Unit 1, Lincoln 18. Approach with caution. Attention all units, we've got a suspect resisting arrest in Pacific Bluff.哦、他开蛮快的。Assistance required in Del Perro. Respond code 3. Copy that. 差点撞到我们自己人啊！感觉这家伙开的也是挺快的。爆一颗轮，它可以跑这么快。哎、欸，一直跑，再射爆你一颗，我就看你多会跑。我后面还没有人啊。哦，剩我了，其他人都被甩掉了，连我的小伙伴也被甩掉了。有够会绕欸，这家伙。他好烦啊！等一下啊，我先回一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Found guilty of dangerous driving and resisting arrest。哦，还有这个，两年哦，哇，关太久了吧？
哎，回家喝一杯这样。哎，球在哪里啊？哎呀，结束了辛苦的一天了。好，那今天的高速公路警察就到这边喽，那我们大家下次再见吧。我也没有装那个喝酒模组啊，刚是听错吗？我家真有案件发生是不是啊？是啊，外面怎么在下雨啊？原本那一段是没有下雨的，有没有搞错啊？重来，为了接到我刚刚做那个完美的 ending。助手，你给我出来再一次！助手，出来哦，助手！哎，我家是太舒服了，是不是？助手，你给我出来！好，那今天的我的重击精华就到这边为止吧，大家下次见喽！颜色不太对呀、啊。哎哎哎哎哎哎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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